光明觉品，礼长者的开示啊。我们从发心有二种啊看起啊，这个是一个诊断。是故发心有二种，一修信解发心，但修实信解故，即如前实智如来实受菩萨时。二呢，性满发心，实住未粗，名粗发心住故，即社会菩萨十个月佛是其因果也。这一段呢，前面都向诸位报告过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重复再念一遍啊，说明呢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，总是期望啊，同学们啊，心满发心呢，我们真的是做不到啊，但是信解发心呢，是可以做到的啊。那么这个信解，关键在这两个字啊。佛在这一部经上所说的，你懂不懂啊？这个解是懂不懂啊？你能不能理解啊？那这经上说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自心原本是不动之佛，你相不相信啊？这一句话呢，要换成我们中国世俗里面讲的呢，人性本善，你相不相信？这要相信的，大乘教里许许多多这个重要的一些纲领原则呢，都能会通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你相不相信？你能不能理解啊？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，你能不能理解？你能不能相信啊？你相不相信你自己本来成佛啊？只是现在意念不绝，而其无明，无量劫来愈现愈深，造成今天的样子啊。迷得再深，迷得再久，不怕，只要一觉悟就回头，只要一觉悟就能够恢复啊，恢复你的本善恢复你的菩提心恢复你的不动之佛啊，恢复你的妙慧德用啊。妙慧德用就是文殊跟这个社会菩萨了啊，这摄受菩萨、摄慧菩萨信解发心，你果然能理解，果然能够相信。你看看
经教里面常讲的见惑啊，身见你有没有破？不用破，自然没有了。啊，我知道我自己现在这个身，现在这个思想，跟大宇宙的关系，我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啊，大宇宙是我自己的化身。这个身呢，是我化身里面的一个细胞啊，一毛端而已啊。那这关系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所以身见破了。啊，边界是对立，两边。啊，自自然然呢，对立没有了。这我常讲的。我们学佛决定不能跟一切人事物对立啊，对立这当中决定起误会起矛盾，这样发展下去之后就有麻烦啊，会惹出天灾人祸啊，所以决定不能对立啊。为什么呢？法性里头根本就没有对立，所以对立是造业呀。啊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对立没有了，这就是边界没有了。见取见。是分别执着因果里面的果报，戒取戒是分别执着因果里面的业因。你入这个境界，试问问你还有没有因果？因即是果，果即是因，因果不二啊！啊，这个是见取见，见取见也没有了。既然其如诸佛的境界，哪里还会有邪见呢？你看看，这个比三乘人断见惑。真的是容易太多了。上上乘人呢，从根本修啊，根本是什么呢？于一切法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见思烦恼不要去断了，不要去没了啊，当下就没有了。转恶为善，真善至善，转迷为悟，大觉圆觉，转凡成圣，化身菩萨了，大圣呢不是小圣了。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你听懂了没有啊？你要听懂了，哪有不入境界的道理啊？哪有不转念头的道理啊？啊，我这特别念这一句提醒同学们
这部经是无比的殊胜啊！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福报，能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学完，你就跟善财童子一样啊，圆满成佛了。世间，这个世间不是指我们这个世间，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，不知道有多少菩萨，祈求这个法门呢，求不到啊！啊，没有机会呀、啊！我们的语言实实在在说声，啊，居然在这一生当中遇到。稀有难逢，希望大家要珍惜啊，太难得的缘分了，要真正能理解，要转变我们错误的观念思想，依教奉行。想想摄受菩萨所设的偈颂，句句都是无比的精彩啊！你能解能信啊，那你就是信解法性，那恭喜你了，你从今之后啊，确确实实你是大乘圆顿大法里面入门的菩萨了，初信位就是菩萨啊，五十一位菩萨了，你已经上了学了啊，你已经是初界的菩萨啊，这是圣人，这不是凡夫啊。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可是你已经得到了保证，决定不堕三途啊。你在这个世间修行，人天两道啊啊，你会呀快速的向上提升，这跟其他的这个三乘不一样啊，你会快速提升啊。如果你能把这个解行法心呢回向净土，求生极乐世界，那这个就是真正是加速度啊，激活激素啊啊，很短的时间呢你就成无上道了。长者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菩
菩萨设计的大义啊，这是总的纲领，总的原则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又就此设诵门中，一分为二了啊，这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呢，名文殊师利设是偈颂啊，这底下我们就看到了。大意是赞叹如来十种等，令信心者信解增广。啊，从前面呢，你建立了信心，知道自心是不动智。啊，不动智就是根本智。事出是法，是从自心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的。啊，一真法界是心现。设法界是事变，心现事变。一真法界里头没有事，转识成智。初住菩萨就转了，信解菩萨是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方法，自己想转还没有能转得过来，是信位的菩萨啊。信满就是信满，就是你转过来了啊。你转第六识微妙观察，你转第七识为平等心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。你凭什么转的？凭信解啊。所以文殊菩萨在此地说，这个偈颂很重要了，把你的信解扩大，把你的信解增上增广啊。啊，叹如来十种德，如来十种德就是自心的十种德。啊，这个是目的，是让信解菩萨信解增广啊。第二呢，明信心者，心地增广，其光见增的，其光见增者，明信心见深。这个是菩萨设计，目的之所在呀，用意之所在呀。啊，我们今天不得已讲目的，讲用意。啊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初学你好懂。如果你真正稍稍契入境界，这些话都叫废话。入文我们就看到了，夜夜随光所照之境，一心观之，随方令心无碍，尽十方纵然。
十方观遍的，唯有能观之心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所现的一切万象都是心现的，你能够在十方观遍呢，唯有能观的心，就好像古人讲啊，以静作气呀，气气皆静。啊，你到一个这个经师展览会里面去参观，啊，几千种、几万种不同的这个经的做这个制作。琳琅满目，没有一个同样的，每一部胜收。你看完了之后怎么样？啊，原来只这里全是黄金，除了黄金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东西。这就是你看了之后呢，唯有能观的心在。啊，能观的心是什么？法心啊，所有通通是法心现的啊！啊，谁的法心呢？自己的法心啊！啊，那个能观呢、啊？那个观呢、啊？就是佛性。就是妙慧，就是不动智的起用。佛性啊，不动智是法性啊，妙慧是佛性啊。啊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的，能观所观是一体啊。这个事太深太深了，你能不能理解？你能不能深信不疑？啊，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地方起入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怎么能跟你相比呀？你自己也不知不觉，自自然然的就入了住啊！啊，就到初住就这个境界了。你看看，不知不觉，哎，无明也破了一二品。没想破无明，无明没有了。啊，这个里头开头这一句，夜夜随光所照之境。这一句话你懂不懂？什么叫随光所照之境？眼随见性之光，照无边的色性。见性是佛性，是妙智啊！所照之境呢，那个境是法性，见性见法性啊！
见性跟法性是一，不是二啊。那么在耳，闻性闻身性啊，闻性之光啊，所照的是身境，能闻是佛性，所闻的这个身境是法性。其他不必再举了。啊，这是教你说，教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用功啊。一心观之，随方令心无碍。你入了什么境界？无障碍的境界啊，这是华严境界。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。净十方纵然，这一句话做总结啊，十方观遍了，唯有能观心在啊，这个就是即心不着相啊，性相同源，性相一体，性相不二啊，入这个境界了啊，佛观能观之心，这是再深入一层啊，这个观是觉啊，能观的心，能观的心也没有内外，能观所观呢，具不可得，融成一片的啊，分别妄想都尽了，都没有了啊，这个时候十方无碍了，放入十住初心啊，这个境界才能够起如法心住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超越十法界了，你一入一真法界了啊，一真法界里面有四十二个阶位，你现在得到第一个阶位法心住啊，发的是什么心呢？跟你说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真的发出来了啊，这个心发出来绝对不会退转绝对没有改变，永远不会改变，永远不会退转，只有逐渐逐渐的增广，逐渐逐渐的增上，向上提升的啊，从初住扩展到二住，二住再扩展到三住，一直扩展到等觉妙觉，就圆满了啊。向下经文第一段啊，文殊摄诵咒啊，文殊菩萨啊摄这个偈颂。
啊，这里面呢，贪如来十种德，啊，令信心者渐渐增广。啊，现在我们看经文，儿时一切处闻说思利菩萨，过于佛所同时发身，设此颂言。这一段经文，清凉大师有注解。也一切处闻书者，略胜三亿。这是清凉大师给我们做导游啊，啊，为我们讲解说明。祭文啊，祭颂啊，分为两大段，这是第一大段。设诵的人啊，这个寄诵什么人说的？第二大段呢，他设些什么啊？所以我们刚才念的呢，这一段是长行文啊，这是属于第一段，文殊菩萨说的。行行里面说，一切处文殊，这我们都怀疑了。这个一切处文殊，这怎么讲法呢？是一个文殊菩萨变化很多很多身啊，在各个地方同时说，还是各个地方哎都有文殊菩萨啊，有很多很多的文殊菩萨，哪个对呢？哪个不对呢？清凉给我们略胜三亿啊，他从三点来说。第一呢，略当机啊，当机就是就我们现前这一节经文来讲，如初阶中百亿佛前有百亿文殊，哦，那这就是一切，这文殊不止一个，每一尊佛前都有文殊菩萨，百亿佛就有百亿文殊啊，所以这是一切处文殊，个个说当劫之际，故闻戒云过于佛所
信仰，在抄里面呢还有注解啊，这个小字啊是舍抄注解疏的，怕疏里面讲的太简单我们还看不清楚啊，清凉很慈悲也再加以解释啊，都是为我们初学人着想啊。啊，我们把他的这个抄文念一念。阅文，即是以因就机啊，下面是比喻，令百川中一时见月，也各个解说当机之际者，如百业内同说若有见正觉记，第二节内同说众生无智慧记，原有四句啊，这个四句里头，第一，一切处文书同说一句，是一切皆义啊，一切处是讲前面讲的百义啊，百义佛前，每一个佛前都有文殊菩萨，啊，在一切处文殊同说这一句，这是一切皆义。第二个意思呢，但以文殊十偈说偈啊，每一偈他都说，这是讲一个文殊，是讲一尊佛的处所，一个文殊十偈当中他都说偈，这是一偈一切，前面是一切皆义，一切一切，这要搞清楚。啊，第三个意思是过于佛所，那以为是以，啊，过于自己这一尊佛的佛所。这一就是一。第四是住处文殊各迹不同啊，每一尊佛前面文殊文殊菩萨说迹并不一样，那就是一切中一切这里面给我们讲了四句，一切皆义，一切一切，一切为义，幕后是一切中一切，四句啊，四句意思通通都有。圆融无碍啊，啊，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啊，这是三个意思里头第一个。啊，第二个意思呢？啊，第二意
文殊从一处东来，即一切处东来，智业发挥即智一切发挥，故虽东来而即一切处，以是法界即体之用身故。这一节清凉大师给我们解的，这是约一啊，这第二是约一，是从义理上来说。啊，朝里面讲摄约一，佛于其实德。我们特别要注意啊，实的真实的德行，请梁举个例子，让我们从例子里面去体会。如前夕之月啊，这小夕晚上，小夕里面有月亮的影子啊，前夕之月即是后夕，我们到后夕看到，又看到月亮影子。前夕水里面的月影跟后夕水里面的月影是一样，即千江百川之月全入前夕，所以而且一切出月不离本月故啊，本月落西在千处居落。这个话是形容它真实意。啊，我们很难体会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在分别之处。立分别执着，集体之用啊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不但明了啊，自己也会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九法界众生的麻烦都是在妄想分别之处，立妄想分别之处，实德就现前。啊，实德有没有言语？没有。啊，实德就像什么？千江有水千江月。水是感，月是应。啊，感应之果呢，就是水里面现月亮的像。这是实德。啊，这话显什么意思？设法界义正庄严，能感呐、啊！如来菩萨现身
再发起，那就是所应了。啊，设法界众生就像千江有水呀。那千江月是佛菩萨来应化，自自然然，没有一丝毫勉强。啊，说一说多，都是分别之处。没界限。如果是见性的，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性融了，啊，心像大海一样，千千万万无数的河流，那个河水流到大海融了，都变成海水了，啊，不再叫什么江水河水了，不再叫了。啊，都会变成海水了。啊，河水、江水、溪水，没有流入大海，都有它自己的名字。那好比是九法界，大海好比是一真法界。啊，九法界里头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对立，有矛盾。啊，入到大海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，啊，原来是一体呀。啊，比喻，啊，总归是比喻，没有办法比得恰到好处。只能比个方法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河流啊，这个江河小溪，它确实是有它的相啊。差别相啊，如果讲到法性跟法相啊，实在讲它没有差别啊，啊，没有差别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加上个差别，这错误啊，头上安头啊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无明啊，楞严会上。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，我们这个凡夫啊，无明是怎么起来的，什么时候起来的？释迦牟尼佛答得非常巧妙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啊，知见是实德，是性德，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自然而然的，啊，水里面现的月，你一定要给它加上一点意思在里头，这叫无明。啊，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？你什么时候加上去就什么时候起来。你要不起这点意思，没哪来的无明啊？这就叫的起心动念。你起心动念就是无明，你不起心不动念，哪来的无明啊？就是真心啊！这个地方怎么不是一种法界？啊，这个境界里所有一切众生，哪一个不是诸佛如来呢？
啊，诸佛如来实现身罗万象啊，那是性德自然流露。啊，这个相力变化呢，那就是那个知见立知的那些人啊，他起来妄想，动了妄念，有了虚妄的造作，把一真的现象啊扭曲了而已啊！啊，扭曲是他自己扭曲，并不是外面境界像真的被他扭曲了，不是的。这个里面道理很深很深。你要想了解，不能通过思维，你越想越模糊越错误。啊，你不想啊，真相就摆在你眼前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诸佛菩萨了成就无上菩提妙果啊，它的秘诀就是四个字，不可思议啊。他的六根接触外面六境，眼见色耳闻声啊，鼻嗅香口尝味，本事在哪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他比什么都清楚，比什么都明了，那就是不动之佛。你本来是个不动之佛，不动之佛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所以称之为如如佛。哪个不是？个个都是啊！你为什么不是呢？那就是世尊所讲的你知见立智。知见立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常讲的起心动念啊！这无明就来了，无明没有开始的，如果有始有终，它是真的了啊！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，这个字用得好啊，没开始啊哦，久远界的哪来的久远界啊？你眼睛一闭，这无明就结束了。眼睛一张开，第一念佛智佛性，第二念就无明了。你说无明什么时候生的？要从眼根上来，就是这样清醒啊，我眼睛闭下来没有了，张开起来生了。从哪里生的？睁开眼睛生的。你们诸位细细去思维这个现象啊，无明什么原因生的？没有原因。无明什么时候生的？没有开始啊，但是它起作用啊，它叫我们迷失了本性，迷失了真心啊，错解了诸法实相。那你自己受苦受难是自己造成的。现在时间到了。